这回手续都全了吧？我给你们盖上章哈。哎，爸，全家人商量商量再说。走，回去，我不回去。你要尊重二老的意愿啊！关你什么事儿呢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啊！你再多说一句，小心要投诉你。这里你要大吵大闹的，我只能叫保安了。你叫，你马上就叫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盖这个章子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赵先生，王女士。哎，恭喜你们哈！哎，你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谁反对都没有用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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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哎。